比如你刚才讲的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啊，就是我们学前教育实施的制度和形象，我在这呼吁一下，呼吁一下我们社会各界，不要把我们的教育工作者、老师这个群体形象妖魔化，妖魔化老师群体，妖魔化老师形象，就是妖魔化你自己的形象。所以这是我们重庆师道重点的一个重要。我曾经讲过一句话，教育质量是尊敬出来的，不是谁夸。不尊师重道，不尊敬老师，绝不会有